蛮甜的嘞哈。那里面有什么？是底肥跟锥肥。我没有底肥，没有底肥，只做面肥。面肥。对，第一个面。好不给？一万块，一万多块哈。对。我预期还要高，因为豆子很烂，就是很烂，没有这个高哎。我隔壁那还是豆啊，没那么高。隔壁那还是豆啊，就是我同学的田啊，给我隔壁的在做嘛。我同学就讲我啊，跟他讲，他说哎，开通号啊，那被骂海波伙伴，但是一说到什么时候也奇怪，要防守级的时候，啊，防守级啊，那不是很重要，就像老板你讲的。看起来就是评价是不错的，对，这边我是，所以我上一期只有这边比较好。我是闲聊啊。稍微讲一下，就如果给一句爽肥一句话的话，你会怎么形容他？哇，
还没有一下子，有没有哈？我这个田区绕两圈，三个灯，三个灯，我是120，差不多了。YH 120有没有哈？三个灯，夸张了，因为我们的福利有没有饱满，福利饱满，很重啊，有重量，那容重量有没有600多啊？640、630、630。所以意思是说爽肥送下去割满满，对，割满满，割满满，信心满满，信心满满，哎呀，还有荷包满满，荷包满满。